情一天不死，我们一天不得安宁，我就废了我这多嘴之舌。叶家说的是我家哪位小姐？那当然是二女儿二小姐了。你知不知道你姐姐也喜欢叶家大少爷的？现在看来什么好事都是你的了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他是脚上的鞋，身上的衣服随时给破坏的，何况是先生。他不一样，他是最珍贵的。中国的女人对我们大和民族那是配不上的。你自己说过了，中日本就同根同源的，哪来什么血统的高贵与低下？你说过了，中国的文化本就比日本高贵。没错，中国遍地都是金子，是中国的人，是沙子，这些沙子盖住了遍地的金子。韩雪就是金子，她即便是金子中的金子，也是不允许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我让你去八大胡同是为什么？哎，就是让你了解一下女人的价值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女人就是我们身上的衣服，随时可以脱换的。在他们的身上，你可以尽情发泄，但你绝不能把时间都耗费在他们身上。因为你是个男人，男人最重要的要有担当，要远大抱负。爱情是个什么？对于男人来说，对一个有野心的男人来说，只不过是一段无用而有害的盲肠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林道旭，太医，真不是我的儿子。你来这儿干嘛？我来找你。找我有事吗？我知道你要成亲了。所以呢？所以你是来恭喜我的？我知道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不是来恭喜你的，我只是想在你没成亲之前告诉你，我真的喜欢你。别开玩笑了，我马上就要嫁人了，你赶紧离开吧，让人家看见了不太好。你有选择嫁人的权利，我有选择喜欢你的权利。吉上空月，我很认真地告诉你，我是一个对待感情很专一的人，一旦认定了一段感情，就会从一而终。也就是说，除了叶知秋，我不会再喜欢任何人。怎么了？为什么穿别人的嫁衣？娘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想试试看好不好看。如曼啊，总有一天你会穿上比这更漂亮的嫁衣。
不会了，没有比这再好看的嫁衣了。谁说的？我们如曼啊，是金枝玉叶，到时候啊，不是缀金缀银的嫁衣，我们还不穿呢。娘，妹妹这件衣服，我能不能穿一晚上？不穿，韩雪的这件嫁衣难看死了。脱了，脱了，来来，脱了。 这事儿呢，真是犯糊涂啊！有什么事情想不开的呢？就是再大的事情，也不能走这条路啊！啊，王妈，老爷，这事儿有旁人知道吗？老爷，没人知道。我刚才拿小姐换下来的衣服，我看见小姐心短见，我赶紧就去找太太了。 这事儿不要跟任何人说，有人问起来，你就说大小姐突然头疼，有点小病罢了。哎，我知道。闺女儿啊，你千万不能走这条路啊！你真是有个什么的，你叫我怎么活下去呢？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我和如曼单独谈谈。 姐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她做了一个噩梦，摔了一跤。那我去陪陪她。啊，不用，她已经给你爹到书房去了，你回去吧。罗曼，爹知道你的心结，爹给你讲个故事吧。有个年轻人。 父母很早就去世了，他很穷，穷的实在熬不过去了，想一死了之。就在他要跳河的那一刹那，他看见一条被潮水冲上岸的鱼在苟延残喘。于是他想，等这条鱼死了，我再死。 想不到这条鱼在绝望中突然蹦了一下，跳到了水边，又蹦了一下，蹦到了水里。那个年轻人突然悟到了什么，马上回头。当他路过一个卖扇子的小摊时，他拜扇主为师。
从此学做扇子谋生。他很勤奋，也不择手段，抓住每一次机会，最终成了大山峰的庄主。爹，你说的那个年轻人是？你的曾祖父。我们徐家靠做扇子发家，这个故事就一代代传下来了。今天晚上爹给你讲这个故事，你明白了什么道理吗？永远都不要绝望，不要放弃。对，记住，死永远没有机会，而活着就有各种可能。爹，我不一样，八十，我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你真的就那么喜欢叶知秋吗？可那又能怎么样呢？他就娶妹妹了，我没有任何希望。可是他娶了吗？你妹妹嫁了吗？也许还有希望。不可能的，爹，难道我要为了这个机会和妹妹去争去抢吗？有何不可？为了自己一生的幸福，有时候就得不择手段。幸福可不是等来的。爹，你别说了，难道你要让我和妹妹反目成仇吗？爹不是那意思。无论如何，不到最后一刻不要放弃，就是到了最后一刻也要坚持，相信奇迹会降临在坚守者的身上的。爹会帮助你的。爹，女儿是个没用的人，我没有信心。可是你对爹要有信心呐，这么多年你都看到了，爹要办的事情没有办不到的。只要你记住今天晚上爹对你说的话，奇迹就会出现。好，我相信你。老爷怎么样了？啊，女儿怎么样了？没事了，回去休息了。老爷，容曼寻短见是因为叶家少爷的亲事，这个事情如果要是不解决的话，我看还会出事情的。我自有办法。哎呀，办法办法，婚期都要到了，你倒是拿出点办法来呀。哎呀，老爷，老爷，谁敲门呢？会不会是容曼又有什么事儿了？赶快去看看。娘，爹，嗨，一大早的敲什么门啊？爹娘，不知道谁把我的嫁衣剪了这么大的一个洞。啊，可能是老鼠咬的吧。不可能，老鼠咬的不会这么整齐，一定是用剪刀剪的。爹，你说谁会这么恶毒啊？肯定是哪个下人故意干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，我非打死他不可。可是这嫁衣怎么办啊？重新再做，做更好的。汉雪，你别在意，马上要出嫁了，保持好心情啊。那今天你还去膳房吗？去，还有好多事没做完呢。好，你真是爹的好女儿。
我去忙了。你放心，爹会给你做主的。你怎么又不跟我商量就胡来？反正那件衣服他也穿不上了呗。妇人之见，越是穿不上，越要弄得光鲜体面，越要显出徐家二小姐是爹娘的心肝宝贝儿。这样，一旦有什么意外，才不会被人说三道四。像你这些龌龊的小动作，岂不让人生疑？您难道就不知道人言可畏？你呀！因小失大，弄巧成拙，老实给我捅娄子！老爷，那您赶快下手啊！阿贵，阿贵，把那花摆正了，摆正了！哎哎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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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来人！哎，少爷，把这灯笼挂上。好嘞，知秋啊。家里不是有灯笼，怎么还买呀？哎呦，家里边那灯笼旧的都褪色了，可不得换新的吗？哎，高点高点。那个花轿和水导都订好了？啊，该订的物件都已经订好了。您看看，志秋啊，这都订贵了。哎呦，爹，你儿子大喜的日子一辈子才一回，你就想回排场，别太小气啊。不是爹小气。爹不是怕奢侈的浪费了吗？啊，对了，家里还有往年没用完的喜字儿，你把它贴到大门上，能用就好，千万别买了。爹，这喜字儿怎么能用旧的呀？不，您放心，不用买了，我都给您写好了，我这就去贴啊。你小子，哎呀，同学，我们在这里收到了不少的宝。潘石镇的宝贝是真多呀，可惜我们要离开这儿了。为什么？您不是说只要我们驻扎在潘西镇，到四周围的林里收宝物就好了吗？是啊，我原本是这么打算的，但是我看着你的心和魂被一个中国的女人所困扰，所以我们早点离开这儿，对你有好处。我现在已经没有困扰了。她要嫁人了，哦，是这样吗？嗯，往右一点，转一点，转一点点，转一点，往那边转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韩雪小姐嫁的就是那边转，对，往下，这个公子吧。好的，啊。般配的嘛。哎，好的，就这样贴上吧。年轻人，小子，你结婚吧，恭喜了。谢谢。锦上空月，这位先生想必就是您的父亲吧？不管怎么说，咱们两个人应该是数面之缘，也应该算是朋友了吧？可否到寒舍小坐一下？嗯，不必了，我跟我父亲还有事。Thank you.
爹，你来了怎么不叫醒我呀？你睡得香，爹怕吵醒你。爹，你找我有事儿吗？爹就是来看看你。我的小女儿就要出嫁了，爹舍不得呀。爹，我也舍不得您啊。从小，你就是最疼我的人，教我写字、画画，宠着我、惯着我。突然要离开您了，心里也觉得挺难过的。爹也难受。不过没关系的，出嫁以后，我会经常回娘家来看您，给您捶捶背，揉揉肩。韩雪啊，嫁了人不必在家里，要孝敬公公，体贴丈夫。你婆婆早没，虽然上头没人管着你，但你自己要自怜，收收野性子，做个贤淑的媳妇儿。嗯，我记住了，放心吧，爹。睡吧，你也去睡吧。是既想做婊子，又想立牌坊，既想杀人，又怕脏了自己的手。那好啊，就让我来吧。你不许插手，这事儿我自有办法。等你的办法想好了，花轿早就把人抬走了。不许胡来啊！菩萨保佑我吧！不管我做了什么事情，都是为了我的女儿容曼呢。你千万不要惩罚我，菩萨保佑我。怎么今天你亲自下厨啊？王妈呢？啊，哦，王妈洗衣服去了。爹。哎。娘，姐姐。啊，韩雪，吃饭了。嗯。啊，韩雪啊，这碗饭是娘亲自给你盛的。你就要出嫁了，这两天忙的脸都瘦了，今天娘亲自下厨烧了一些菜给你，还加了鸡蛋，让你好好的补补身子。谢谢娘。平时娘对你是严厉了一些，不过你也是娘的心头肉啊。娘啊，就是这样，刀子嘴豆腐心的，你千万别记恨娘啊。我怎么会记恨娘呢？娘生我养我，对我严厉一点是应该的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吃饭了吃饭了，来，吃吧。嗯。别吃了。你怎么连饭都不会做了？家生着呢。
你在他碗里下了砒霜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出去一上午，回来身上一股子药铺子的味道，我猜你就去买砒霜了。吴凡士，你对韩雪异常照顾，我就知道你在他碗里下了毒。我们不是要他死吗？你不做，我替你做，你怕手上沾血，我来沾，你干嘛要阻止我？我不能让家里有血腥味儿，姐儿，他不能这样死。 什么死不是死啊？糊涂！砒霜中毒，七窍流血，连平民百姓都知道。徐家的二小姐如果这样死了，你能脱得了干系吗？不要说谢家的储作，就是家里的管家佣人都会宣扬出去，你捂都捂不住。事情一败了，徐家彻底垮了不说，你呢，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。 坐穿都是轻的，杀人偿命，说不定你就得搭进一条命进去。这些你想过没有？你真是愚蠢至极！好了好了，以后有你做主就是了。 谢谢杜鹃。杨大哥。哟，二小姐。杜鹃对你可真是细心啊，你可要领她的情啊。二小姐，杜鹃对我的照顾，真是又细心又体贴啊。哎，二小姐，我会把我所有的手艺全都交给她的。 其实是手艺呀，我觉得你应该把整个人都交给他。二小姐，这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哟，老爷来了，爹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老爷好。这位丫头，就是你刚收的徒弟杜鹃吧？ 是，老爷。杜鹃，你可得跟你师傅好好学啊，他可是我们膳房楼雕高手啊。哎，杜鹃，你先去忙吧。啊。哦，老爷，我先去干活了。嗯。爹，您来膳房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库房的宣纸不多了，该进货了。是啊，最近订单比较多。 宣纸是不太够用了。明天我和依山去进货。啊？我？是，以往都是我和二小姐去进货，现在二小姐也要出嫁了，以后进货就得你跟我去了。好的，老爷。明天一早就出发。是，老爷。好了，我走了。哟，哎，老爷。爹，您怎么了？怎么了？ 我这老寒腿病又犯了。爹，您再坐会儿吧。这该死的腿，发起作来，站都站不住。来，老爷，您坐会儿。坐会儿吧。好，我再坐会儿。慢点啊。爹，您腿这么不舒服，还能去进货吗？我不去怎么行？ 依山没去过，人家又不认识他，他去了又不知道和谁打交道。我还是得亲自去。可是您走都走不了，怎么去啊？是啊。那不行，宣纸用完了，膳房就停几天工吧。膳房可不能停工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去。哎，不行不行。 你过几天就要出嫁了，爹怎么能这个时候让你去呢？没事了，爹，离出嫁还有一个礼拜呢。我算算，往返得3天时间，办事得2天，还剩2天时间呢，来得及。韩雪，这个时候
不宜走远路。哎，行了，爹，您别说了，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。杨大哥，哎，明天早上咱们就出发。好的。哎呀，真是个孝敬孩子。我们徐家山庄，韩雪真是个顶梁柱啊。李山，哎，跟我到书房来一趟。爹，您慢点啊。李山，老爷，这次和二小姐出去，你可要照顾好她呀。放心吧，老爷，二小姐负责接洽，动动嘴，动手出力的活还是由我来干的。这次出去，也是二小姐出嫁前最自由的一次。你要陪着他尽情游玩，吃好，喝好啊！这些钱足够了，你拿着。哎，依山，记住我的话了啊！爹，你放心吧，我们都记住了。哎，杜鹃，你明天一早就要走，我就不送你了。哎呀，不用送。对了，杜鹃。我走这几天，你把这些善果落完就行了，给自己放几天假，到街上好好转一转啊！哎，别跑丢了啊！对了，师傅，这是我给你煮的鸡蛋，你带在路上吃的。好，我带着。杜鹃，我这次去宣城路过芜湖，你想要什么，师傅给你买。那师傅，你给我带根银簪吧。银簪？杜鹃想做小媳妇了。哎呀，师傅，那你愿不愿意买给我？师傅，你不愿意啊？哦，我愿意。一路辛苦，星夜赶来，必有要事。我找你还有什么事？这是三千大洋，替我做掉一个人。谁？林长天的女儿，林寒雪。徐老爷，她不是你府上的二小姐吗？这么多年了，还是一样不收，一只鸭子，除掉算了。要快，他明天要去县城进货，这是详细的用途和住宿的客栈，找个方便的地方下手，要保证万无一失。一个黄毛丫头。不在话下。记住上次的教训，我可不想看到你重蹈覆辙。上次是杀一窝，这次是杀一个，保证万无一失。还有，与韩雪同去的是膳坊的楼雕工，尽量不要伤害他。那要是万不得已呢？除掉。徐老爷，杀一个跟杀两个的价钱。够了吗？够了。
们俩马上就要成亲了，怎么还要出远门啊？安徽宣城进点宣纸，每天三次都有时间的。万一耽搁，放心吧，不会的，熟门熟路，我拿了货就回来。你呀，就安心的准备做你的新郎了。知秋啊，伯父、伯母，要成亲的新郎一个月前是不能到新娘家的。你倒是破了这旧俗啊！啊，伯父。我就是想送送韩雪。要不是我这腿，这个时候也不该让韩雪出这个远门。行了，爹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您啊，就把腿养好了。等我们大喜的日子，可不能再瘸了。你放心，到时候我一定给你撑足了面子。我不能让人说徐家如花似玉的韩雪怎么贪了个铁拐李的爹呀，是不是啊？那我就放心了，娘，照顾好爹啊！放心的去吧，啊，早点回来。哎，那我走了。这酒喝得舒服啊！宋哥找我们喝酒，肯定有好事儿，是不是啊？宋哥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俩兜里现在可都是空空的，很久没有吃过肉了，没有喝过酒，没有碰过女人了。是，我兄弟都熬成啥样了？您啊，就给我们个肥差，让我们捞点油水。就是，想当年跟宋哥杀林长天一起。你们两个给老子听好了，道上有道上的规矩，过去的事情都他娘的给老子烂在肚子里，出半点差事别怪老子对你们不客气。跟着姓张的没什么混头，咱们还得干咱们自己的行当，今天找你们来自然是有好事。这是1000块，这钱不是那么好拿的，拿了钱得干活，干完了活得去找营生，千万不能回来。等老子把这事儿处理完了，自然会去找你们。宋哥，杀人放火18年一个轮回，一句话的事儿。就是。爹，你好好看看吧，这是徐家客人的名单，整整要20桌，连那膳房的工人全都请到了。爹，咱们叶家跟徐家呢是两个大户人家，办喜事呢就应该热热闹闹的。依我看啊，应该让全镇的人每个人到咱们这儿喝杯喜酒，那才叫好呢。你小子就让你爹倾家荡产吧？至于吗？你说的倒轻巧，我容易吗？我最恨那种大手大脚的败家子儿。爹，您就是太节俭了，掉个米粒儿在地上，你也要捡起来放回到嘴里边。你儿子的婚事儿，咱们就别太节俭过头了吧。好了了，说说，你都请谁了？啊，都请了家里边的亲戚、叔伯兄弟啊，还有两个东洋人。什么？东洋人？你请东洋人干什么呢？爹，这东洋人应该算是外国人吧，请他们两个人来可以给咱们叶家撑撑面子吗？这你小子，哎，先生先生，在下大婚金杯喜宴，希望到时候您能携定郎大驾光临。谢谢谢谢，好，谨祝叶先生新婚大喜。谢谢。